啊，刘海好卷哦。嗨，大家，晚安。来放音乐。就没有网路耶，为什么 ？Hello， 等他连一下。Hello， 大家晚安。今天又是老位置喽，你们知道的，为什么老位置？因为今天要来做作业喽。我有想到一些新点子，没有问题的，绝对没有问题。OK， 先吃草莓。今天主题一样是本本，赶不回家，还好延后了，还好有。就先吃过饭吗？我刚吃了沙拉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今天又胃痛了。而且我本来以为，我昨天本来以为我已经好了，可是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，我整个一直好像感觉应该是胃痉挛嘛，就是胃很痛这样，就是跟前几天的痛不一样，就是前几天的痛是就是叫什么？前几天的痛是有那么暗。前几天的痛是怎样？我要讲什么？前几天的痛是就是很满，然后快吐的感觉。但今天就是真的是胃抽痛，对对对，对，差不多差不多。这样是快肠胃炎是不是？还在痛。我昨天以为已经好，昨天平就是和平了一天。谢游戏 Hero 的自由宝宝，新点子完成集还没做，新点子是棉花棒，先吃草莓，有可能，不知道为什么有草莓。可能是因为冬天了，很甜耶。没记开始了，外偏左边痛，没有，就是我整个胃痛。要记得很热，有草莓，还是有啦。胀痛不是胀痛吧？你是有什么感觉？坐起来是压力，可能都有。看来我吃一个草莓原味之后，我就要吃草莓蜂蜜。草莓蜂蜜，因为没有炼乳。都有，还怎么那么苦？对，原来是草莓炼乳，因为没有炼乳。草莓蜂蜜也可以啦，蜂蜜别啦，感觉草莓还是更搭炼乳，但是搭蜂蜜也可以啦。我怕蜂蜜掉出来。最爱草莓，炼乳不是常备品，备品什么？好想直接吃这个蜂蜜，我吃了几个了，先吃三个就好。我们看，
你吃过，但我哥等级好吃，草莓酱打错是草莓。肚子今天不好，所以是小熊蜂蜜、维尼蜂蜜。比起炼乳蜂蜜，我觉得还跟草莓比较搭。我就是草莓的代称。等一下拿起来稀释不会吧，可能会想它喝水果，嗯，算，因为我刚刚吃沙拉，现在在紧急减肥哦，减肥起来，我最近胖太多了，我要来减肥。蜂蜜应该不会很胖吧，是健康的。以为蚂蚁人的包包里都要有炼乳、蜂蜜跟糖，有糖啊，但没有炼乳，也太幸福。我很胖，紧急咬草莓前面，然后秀手手，这样吗？但胃痛可以吃草莓吗？我最近这几个礼拜都在思考。这几天都在思考这个问题，就我一直在思考胃痛到底可以吃什么。它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就不用剪，要剪，剪吧，剪吧，怎么痛？我不知道啊，就是胃痛，水果还好。等一下，要不要看大家看胖胖的吗？对，你减肥之后脸颊爱心不好看怎么办？你们帮我修图，上网查就知道了。不知道什么不行，太油、太辣、太刺激的东西都先避免。不要太刺激就可以。哦，我想说，因为上次胃痛，医生有叫我不要吃蛋。我想说，蛋不是平常生病都可以吃吗？所以就想说，胃痛会不会有别的东西不能吃？他说蛋，然后蛋糕之类。修图下修远一点，你们看情况修。对，你们看情况修。要漂亮的。我吃了一口蜂蜜。好吃啊，蜂蜜，甜甜的，我真的喜欢，甜甜的。我突然想到，好像可以分享渔港基隆，怕修了就修坏你的神仙人是不会，不能吃，但是怕胀气，应该是哦。草莓有消炎功能有吗？最好看的脸颊爱心。左脸人，右脸人，左脸人是姐姐吧？不可能记错吧？左脸人是姐姐吗？姐姐是左脸人吗？不对，他好像也是右。谁是左脸人？听说，可是现在是不是只剩高雄场？就是我是认真觉得很好看，你们一定要去看。但你们会跑到高雄去吗？而且我发现我好像做。算前面的，因为不是好像七七他们也有去看嘛，然后他们好像看起来坐蛮后面，那我是坐第二排吗？谢谢修者的驯兽师，驯兽师，季军还会帮吃虫，谢谢，第三刷，但那个那叫什么？那个后面的彩蛋感觉很好看耶，
因为我看那一场彩蛋，我也觉得很好笑，很好看。你们不都有吗？对，我是有，他肯定也是有。我的位置也是有位哦，有分价钱是不是？鲫鱼还不会弹喊，他想要看什么？对，我一直抬头。所以是前面会比较贵，是不是？南部的会去高雄唱，可以好好期待哦，真的很好看。我真的有大惊艳到，因为其实我好像是算是第一次看音乐剧，所以我本来不知道音乐剧会怎么样表现，可是大家都超会唱哎！我一开始还，希望我可以考考没。因为我跟金香菇一起做，然后我一开始还想说，我就问他说，这是唱的还是录好的？他就说这唱的，你没有看到音乐剧。我就想说也太扯了吧，就是怎么可能有人就是他们可以这样脸不红气不喘，然后唱出这么大声，然后很足的那种，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我没有看到音乐剧，但是我就觉得很厉害。欸，播过音乐剧给你们看吗？我只有看过好像什么，就是帮小美人鱼唱的那种，不是，我不确定，忘记是不是小美人鱼，反正就是播电影，然后哦不对，那是演奏欸，反正我没有看过音乐剧。看音乐剧已经是国小事了。就算是称赞吧，用对嘴马上就会被知道。没有，我以为是啊，因为我真的没有看过音乐剧，我真的觉得很厉害。看免费的吗？当然，我当然是看免费的啊。拿免费的，你们不知道我们钱包的痛。是多少啊？没放过歌剧魅影和中国歌。哦，歌剧魅影有啊，可是就是没有看过现场的啊。歌剧魅影我们家以前还有自己租 CD 来看，但是其实有点不太记得。不过有金香菇在真的很好找，好像不可能是因为他吧，越前面越贵，所以是一排一排这样哦。第二排是干爹干妈抢3000哦，真的假的？所以第二排是全公关系是不是？看免费居然这么理所当然，我也想看免费，当然啦，拜托，我是谁？我是卢卡的朋友，卢卡的友人。今天干嘛只有第一排？什么意思？可是第一排不是粉丝吗？我也是第一次看演音乐剧，对，第一排最贵。第二排是 UR 少1000 ，UR 是什么？不熟的友人，不可能吧？那队友 ，Daisy 队友，没有和他合照啊，因为我们那时候本来要去问，可是好像还要等很久，因为你们要合照，因为你们要合照，有吗？有你们吗？我不知道。第一排才有特点。特点是啥？合照吗？剧团的干爹干妈系哦。U 卡什么意思？哦，座位名叫 U R 系，每个照的朋友是。我有拍到 U 卡，只是没有合到照，因为我那天也没有很漂亮。对，我那天素素的。对，素素的，还是可爱的，什么时候不好看？素素的，特点是深写，满500可以拍一张。哦，哦，好像有哎，而且我真的是真的觉得大家都很厉害，就是
真的很会唱欸，为啥？他们真的是脸不红气不喘到，我以为是播的。我跟你吃太多这个，他们练习很久，后来才看到韩寒什么看通常，让我很震撼。顽强周边，叔叔找叔叔离开，没错。卢卡发现有家哦。哎，对啊，卢卡是叫什么？明华，明华。我那天说不定可以，可能不行哦。每吃一口，那个蜂蜜就少了二十分之一。它只有二十口吗？我是不知道。是真的，我是真心的很佩服，我觉得。真的很酷，吃不完会不会蜂蜜就没了？不会，我已经不会再吃了吧。阿斯卡，阿斯卡，还有什么？什么桑？男主角是叫什么？阿基莫诺，脸红气喘的唱，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买一桶蜂蜜给韩寒？我可能会更爱吃恋奥斯卡，奥斯卡不是非你吗？我不知道。李兆伟，明月香，对，李兆伟。这我以为大家就是那个时间我去看的那一场，我以为大家都跑去别的活动。那天不是是不是有很多活动啊？我以为你们都会去晚场看，因为有很多活动。所以。对，我以为你们都会去晚场看。我觉得我的牙齿缝现在都是草莓的小籽。我现在要干嘛来着？我现在要做作业。那你们觉得我要吃这个鸡胸肉吗？但我还没加热。这其实是我的晚餐，因为我现在就是，我刚刚就是吃了一个沙拉，然后里面两个酸黄瓜，不是酸黄瓜，两个小黄瓜还没吃，没有要吃，没打算要吃，然后再加一个鸡胸肉。其实我觉得减肥也是很贵，因为就是这些东西很贵，这个要60块，然后沙拉要55块，我一餐又要吃120，太贵喽。先去加热如何？先吃饱才离去做作业。但我其实现在就是没有超饿，就是不饿不饱，就是中间，然后偏饿这样，但也没有到饿，就是不饱。到底在讲什么？我在想要不要吃。那天粉丝兵分好几路，对啊，我就说我想说。感觉你们会看晚场之类的，笑唱浮现基金麻将，对啊，大家是在期待活动没错。大暑加大咳，呜呜很快乐，就是不行这样，有时候就不行这样，因为那个有时候不健康的东西特别便宜，真的没有办法。健康餐跟素食一样很贵，素食很贵哦。我以为素食就是吃菜，但健康餐真的很贵，健康餐盒也很贵，到底 why？就是为什么健康餐感觉就是汤汤青菜，然后水煮蛋，然后炒米饭的，为什么那么贵？去参加活动的三个分身不会累吧？辛苦你们了。台北不是随便超过120，但是小资女，对，我是小资女。对，减肥成本好高哦。在午餐很多人看，所以我才想说你们没有去忙吗？这个鸡胸肉真的贵，真的贵。应该是挑小黄瓜，小黄瓜超不好吃哎、欸。
小黄瓜就是有一个草味吗？就是有一个瓜味。既然看到它要摆的好看，我不用它摆的好看，它就给我烫一烫完，全部塞进去就好了。每条水食材好。可是菜哪有什么食材好不好啊？不就是菜吗？菜就是菜啊。我懂有些特别高级、特别贵的，就是菜一定会看起来很完整。但其实不用，就是烫完菜就好。我只是懒得烫，不然计算热量比较贵。这很过分，他只要计算一次，然后每次弄一样的就好。越乐色越快乐越便宜，所以才会快乐。素食很多东西可以吃，都是素肉。嗯，麦当劳的沙拉104呢，不过有给鸡肉。哦，104与鸡肉差不多啊，但还是偏贵。自助小单，是苹果才拿来做作业。快乐比较重要，就是买完场，完场。不会还行吗？唉，不太行，一直都不太行。一次好奇去买素食自助餐，为什么颠覆想象？汉堡里面的菜味道，现在想我没什么味道。嗯，有，就是很……哦，谢谢林果的啾啾你哦。刚讲到哪？要没有农药，还要长得好看。我其实可以吃一点农药啦。哦，新鲜的黄瓜它就是有一个黄瓜味，我知道跟萝卜一样。有些人觉得萝卜有个萝卜味，但其实我就是蛮爱吃萝卜的，所以那味道我就觉得很好。但小黄瓜就是有一个小黄瓜味，我不知道，可能不喜欢吃人才吃得出来。要放有机蔬菜，看起来又很漂亮。大部分都是水分，没吃也没擦。我不是说小黄瓜养颜美容吗？但我真的不爱。正确营养的时候，要新鲜的菜。瓜味是哈密瓜，瓜味也可以是小黄瓜。不挑的食物，我可挑食了呢，大家。我最近一直在跟人家比挑食。我最近跟大学同学也在比挑食，跟金香菇也在比挑食，但金香菇完全小 case， 然后大学同学好像真的是目前算劲敌，就是以前比到现在有被比到，有真的有挑战性。他不吃很多好吃的东西，像是芒果，然后什么一些水果之类，他不吃。谢谢阿和的浪小宝，风氏族，挑食也能在妈妈会打你，没有，就是我真的很少遇过比我还挑食的人，真的。要不吃什么才能赢？就是比我不吃的东西还要多。就是你不能只不吃，你不能只不吃大家不爱吃的东西，你要不吃大家爱吃的东西。对，你要不吃大家爱吃的东西，像我就不吃炸鸡起司美奶，不吃炸鸡起司美奶，炸鸡起司美奶，起司美奶。然后他好像也不吃炸鸡。所以真的是蛮挑食的。嗨，陈新慧 ，Hello， 红萝卜的萝味很重。晚安。嗨，体验到这世界美好，对，这是为了减肥，没有还哦，说我不吃炸鸡、起司、美乃滋吗？没有，我就真的刚好不爱吃这些会变胖的东西。他平常都吃什么？就一般的东西，不吃亏，不吃苦，不吃巧克力。有吃啊，是什么歌？
组曲居然播到组曲。现在讲一下你的清单，让大家想一想，你们随便讲。为什么突然组曲啊？谢谢抓肯的啾啾你哦。Yeah. 这什么歌啊？不应该勇敢是不是？我不怕谢谢抓肯的啾啾鸟。其实我一直在研究，到底就是我这样右脸，然后我要扎哪一边眼睛比较好看，就是右脸的话要扎右脸，奶制品都不吃也没有啊，不爱芒果人参有什么意义？对啊，比我还挑食，真的不可能不吃苦瓜。当然，芒果现在不吃是因为会过敏，他好像不是因为过敏，他说他不喜欢。帮我练习。只要是成功的 wink 都是好看的，是吗？就我说，就是静态的时候，就是闭嘴的时候 wink 就是都好看。把爱心不分开，我本来就没有分开。主播是的，韩式炸鸡我就是不爱吃韩式炸鸡啊，就我不喜欢，我不喜欢，就它会有那个油脂，还有那个。就它不是像鸡胸肉这样子一整块完整的，它是就是感觉会有很多，你们知道白色那个油脂，然后还有一些皮呀、啊，然后一条东西之类的，然后我就会很不喜欢吃到那些东西，我就会挑来挑去，所以我通常不太爱吃。火锅废料，不吃炸鸡丝有点没看过了。谢潘朵拉的浪小宝风世族，说素食者，有吃蔬菜有啊，但我其实以前也不吃菜。谢保罗的啾啾你哦，其实我，我以前也不怎么吃蔬菜，我以前只吃空心菜，然后。好像是自从国二那时候开始有一阵子疯狂减肥，然后我就开始变得，可以吃蔬菜，就是蛮爱吃蔬菜的那样。然后，对，然后就现在会吃，但我也就是爱吃高丽菜而已，现在也不爱空心菜。其实这片东西都不吃，对，不吃，除了 cheese 蛋糕。哦，可是。披萨的可以，对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披萨的别的东西味道重过 cheese 嘛。但我平常不喜欢直接吃 cheese， 就是对不喜欢。然后 cheese 片我也不爱，对。好奇同啊，同啊我不爱、欸，但姐姐很爱。同啊我觉得苦苦的哎、欸。夏威夷披萨可以吗？夏威夷披萨我很爱，我喜欢夏威夷披萨跟海鲜披萨，其他就还好了，因为其他有很多奇怪的东西，像什么牛肉牛柳嘛，那个就有青椒，然后就是其他的披萨都是加一些我不爱的东西。同啊，我不爱。不是挑食，是挑剔，就是挑剔挑食啊。就是如果他就是弄得很干净、很完美，然后我就会吃。高丽菜以前，高丽菜以前也可以，可是不爱。也没有不爱，就是没有特别喜欢。我现在是特别喜欢吃高丽菜。鸡胸肉不用冰吗？因为其实我刚晚餐时间才买的，我想说，我不知道要不要吃它。炸鸡不喜欢，喜欢炸物。薯条鸡块 OK 啊，而且鸡块也就是
鸡块就是，虽然我知道鸡块是搅烂过后弄成的东西，但是就是鸡块就是完看起来是完整的一个东西。你别说，我没有听过这首。它看起来是完整的东西，虽然有时候会吃到那种不知道，就是硬硬软骨吗？不是，就是有时候咬到一个好像有弹性，但好像又没有的一个东西，然后我又会想，哎。看来肯定是小可爱的功课，对，我真的还好。哇，我真的怕吃，而且我每次吃鸡腿，我就会吃的很浪费。但是我通常就是我吃完的鸡腿是可以给人家吃，因为我很会用筷子挑，我可能就只吃三块这样，就是有一块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，还是你们都直接这样啃，反正我都是会一片一片。剥的那种，我觉得大概挑三块才是最大片的一片，然后另外旁边一片那一片，然后然后其他我就不想啃了，就是我就是用筷子夹了那三个我最完整的肉之后，我就不想吃了。软骨吧，鸡块别想太多，但有时候就不小心咬到。美食是吃不好就回不去了。火锅两大青菜煮王者酱吧，当欧吗？另外一个是什么？现在不是水莲吗？不是，是不好吃的，不吃。哦，今天开始会试着接受下一片，下一片也超好吃。小时候要给小朋友吃各种不同的东西，不然他会有一条蛇。但我也没有。我小时候感觉也是有试过的，但是还是挑食，后天灌养出来的。然后煮火锅很好用，没关系，我不爱。没有加美奶滋不能解决问题，加了美奶滋的每样东西都是邪教，都不能吃了。酥皮纯玉米浓汤，我不吃酥皮耶，就是以前啊，我不知道，我记得好像最近一次我有吃，我觉得还行，但很久以前我就是不吃酥皮浓汤。就我不喜欢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把酥皮弄得软软烂烂的，然后放在玉米浓汤里面，就是我会分开吃。好，我这个我知道我这样子才是邪教，可是我不喜欢酥皮加在玉米浓汤里面。臭豆腐吃吗？吃啊，臭豆腐超好吃。早餐店烤吐司在吐司上没奶汁，该不会也不吃？我以前会就是都尽量加不要加美奶滋，但后来就是吃起来如果味道没有很明显就还好，就是我都会吃火腿蛋吐司，然后我记得以前爸爸都会帮我们买早餐，礼拜六的时候，然后我就说不要美奶滋，但我现在其实觉得好像也是还好啦，就是可以吃，但是不爱而已，但吐司里面的就吃不太出来。我不知道，我觉得早餐店的美奶滋没有那么奶耶，就是它是比较偏透明嘛。美奶滋里面加辣炒蛋，我真的不行美奶滋啊。但如果喜欢吃美奶滋的人，是不是会喜欢那种奶味比较重的美奶滋？贵妇吃法，用筷子吃很有仪态，皇上吃法，就等我吃，不要把人家大腿肌肉剥开，我不喜欢用啃的。鸡腿用筷子吃太熟了，鸡腿不行，但肋排我其实肋排是那种有骨头的那种嘛，已经很久没有吃到了。要我是鸡腿解剖专家，四神汤不喝，小时候好像喝，但长大就不爱了。加一两片表示 ，sorry， 有骨头的，嗯。看情况，就是如果他是在那种大桌子上要自己夹的，我可能不会夹。可是如果是那种一大一大上菜，我可能会一时一时就是切一下吃一下这样。但我不会用啃的，如果要啃我就不想吃了，因为不觉得啃的就是很麻烦，就是整个脸都会弄得都是。他爱美奶滋。他很爱美奶滋，他喜欢油，应该是奶味比较重的。通常喜欢美奶滋的人都是这样。早餐我都没有吃早餐啊，平常。
要切边吗？早餐店的我好像会希望它有切边，但是因为我们家不是有烤吐司机嘛，然后我现在就喜欢，也没有说喜欢，就是不切边也蛮好吃的。我人生早餐的乐趣，没关系，那些我不需要体会的。不喜欢酥皮浓汤，对，我喜欢酥皮跟浓汤，快泡鸡球蛋吧。我是不知道，因为我记得好像最近一次吃是姐姐有吃，然后还有把酥皮泡在里面，觉得还不错，还不错吧，有点忘了，太久了。那是要把玉米浓汤加在冰淇淋，这个我也就不懂了。玉米浓汤真的为什么可以做成一个冰淇淋？大邪教。是挑食物还挑厨师跟料理手法，但是我不喜欢泡烂的，我也是。不吃不会受不了吗？不吃什么？早餐吗？不会啊，就中午吃这样。韩工作品味在此太低的还是我？难道太低的？凤梨茶茶在讲什么？凤梨虾球，凤梨虾球会吃啊，我就是只吃凤梨这样，因为我也没有爱吃虾，不太爱海鲜。然后美乃滋，我凤梨虾球都只会想吃凤梨，然后我就会把美乃滋刮掉，再自己帮我吃。那好，你台北读书住家是出去住会饿死，为什么？要片沙拉酱哦，有了，有听说无蛋美乃滋，无蛋美乃滋，玉米浓冰淇淋不好吃的我都受不了。没有，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它就是焦糖，那个焦糖海盐卖太好，然后要去休息一下，所以卖了冰淇淋，卖了玉米浓汤冰。不会还是很省钱，可是我喜欢牛排之类的啊。我喜欢干贝，好像海鲜讲得出来的，我只喜欢干贝。鱼啦鱼，干贝跟鱼。需要一个特级厨师喊下厨，没错。不会肚子饿到昏倒，还好哎。不能只有我吃到玉米冰淇淋，没有人会去吃。对，我在减肥。喜欢龙虾吗？不爱，真的不爱。但是可以吃，可是我就会选择把它留给喜欢吃龙虾的人。就是我们不是去吃铁板烧吗？它就有龙虾，然后上来，然后我可能就吃一口吧。然后因为我没有到特别喜欢，就是。只是普通可以吃这样，然后我就会想说，那给喜欢吃的。谢谢包子的啾啾你哦，对不起，好像过了。谢谢。今天讨厌哪些？真的讨厌很多，你们应该要问我喜欢什么，但我又想不起来。甜甜喊吃，龙虾加 cheese 真的不行。之前不是很常会有，就是虾子破半，然后放 cheese 或是明太子吗？我都不爱，明太子我也不爱。明太子就是很像美乃滋，所以我不爱，又会吃很多吗？也不是说会吃很多吧，就是说，对，就是大家想什么，就是会吃完这样，就是喜欢。玉米浓汤冰淇淋不是薯条蘸料，也很奇怪吧？有点咸的冰淇淋真的不爱。他好像不吃哎，就是有美乃滋，我不喜欢奶有奶味的酱。你们但凡举例，有点美乃滋感觉的酱我都不爱。美食人生太无趣，没事，我真的不爱。明太子跟美乃滋差多了吧？只是明太子跟半美乃滋，不是啊，明太子对，对是没错，但对明太子通常料理的就是
会跟美乃滋放在一起，所以我就不爱。但我也有吃过明太子拌饭，之前在阿贝桑家吃的，阿贝桑好像买了明太子哦，我还有弄过明太子，我有处理过明太子，我就把它从那个小薄膜里面刮出来，这样油油的，当然我不太爱。谢谢薪水小偷，薪水小偷怎么要穿起来休息啊？谢巨额宝宝，明太子高级居然不爱，对。焗烤上面有时候会加，等一下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，就我现在已经就是完全不饿不饱的状态，你们觉得我要吃这个吗？我在想我等一下会不会再吃，但是如果我终究会把这一个鸡胸肉吃掉的话，那我就是要早一点吃，因为这样比较瘦。可是还是其实我忍得住，你们觉得我忍得住不吃这个鸡胸肉吗？我最近看老高的影片，我忘记我没跟你们分享过。我看老高的影片，然后我有看到他的那个禁食16小时嘛，你们可以去看看。就是我一直想试试看，虽然到现在一次都没有成功，但是有比较有在注意。不行，能不能就是问你，重点是你需要吃吧？对，我需要吃吗？因为我晚上只吃一个沙拉，我今天其实整天都没吃啥东西。好了，但我下午吃了一个蓝莓乳酪塔，然后就没了。对，早晚吃早起比较瘦的话，不然胃更痛。吃一点好，要吃点东西。6点差不多开始了吧？已经问超过30分钟，不知道我在想不到底要不要吃啊。谢谢浪小宝风世族，饱的时候还想吃，对，我现在就是不饿但想吃。那个影片有看过吗？就是看过才分享给大家的。忍不忍得住，正在减肥，吃一半。好，我今天的营养好像是不够，其实焗烤扇贝不爱焗烤，对，麦香鱼我会去酱，但我不太爱麦香鱼，我觉得麦香鱼好像臭臭的，无力不爱。章鱼烧和蛋白烧美乃滋，章鱼烧跟蛋白烧我都不爱，因为就是他们有美乃滋味道啊。然后还有面糊，我不喜欢面糊的感觉，要断食的，明天10点才能吃，差不多啊。我就是不吃早餐，没有再吃早餐。回答不要吃就不会吃吗？真的不会吃啊，就是我现在就在犹豫啊。我就跟你们说我是紧急减肥的，所以紧急减肥的毅力会特别好，因为就是维持，就是是有期限的减肥，不是那种遥遥无期的减肥，你们懂吗？所以我现在很有毅力，我就是在想到底要不要吃啊，因为这个其实不胖吧，就是因为它是健康的东西。现在几点？现在8:30了，就是不好了。什么情况下紧急减肥？你们快看到我啦！出门整条街是什么爱的？我就会可以，我喜欢的东西就可以一直吃，超久。不是说减肥就算是健身练也没关系，再让不大就好了。对啦，是没错啊。但我现在也没有淀粉类可以吃了。栗子有吃吗？什么意思？为什么突然问栗子？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实行任何减肥，可以问他。那你想要我回答吃吗？没有，我是认真在瞧不吃好了，因为我好像又没有很饿啊。我喝水。吃太甜的东西反而会刺激我的食欲。好，
肌胸肉脂肪低蛋白高就看自己饿不饿。嗯，现在好像不怎么饿，腿有肉一点，但我不喜欢吃蛋白质拿去训练，哪有这么突然的训练。我现在开始做仰卧起坐，觉得自己胖了，只有我没有，我真的胖了，光是海鲜有吃挑食等级就已经输了，什么意思？大学瘦了不是容易复胖，就是要一直来。但是瘦法是好的，去看老公影片。没有，其实我之前也一直在想说，就是这种减肥方法到底是可以的吗？对，可是可以。要就像姑姐姐，对，对什么？她怎样？下去跑十圈，给餐务清开做仰卧，怎么这次跟他没半点关系？那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真的很胖，我在算热量，没有在算啊，没有在算。蛋白糕。不需要用想，因为身体会告诉你。不想，我现在就是要意志凌驾于身体。对，等我一下。很多知识觉得自己查资料比看老高好，可以，好，这个我就是这样不同。我最近才开始看老高的，但我现在相信那个断食影片。过度减肥不好，我没有过度减肥，我现在真的很胖。168断食不能大家做成营养，不能乱吃。对，就是说你在那个就是可以吃饭的那个期间。是要均衡的吃，就是要营养的吃，该吃的都要吃到。不喜欢有肉，但肉刚好，没有，我真的是有带肉。对，哪方面可以？可以瘦下来的可以。好像我忘了我刚刚说啥了。但是十小时就在减肥，是消除无用蛋白质，但我有很多无用蛋白质以及脂肪，我还是要维持营养。对，有啦，我有维持，都看不出来胖，因为你没有看到我本人，大家都说我胖，是真的看得出来。抢阳光包，哦。但是我怎么出去一下突然大爆，我只是超越标准，因为有阳光。我想说我出去一下下大爆松，比较大的缺点，我平常不会做重训，但关系又更重要，不好意思，你怕，如果我变重的话就会更重要 ，OK， 那要胖，没有我自己瞎了，我真的我自己觉得我变胖。好了，来做作业吧。到几点？9点，或者9点半。
我就是肉肉，不是胖。那你做作业就不会就想吃东西吗？不会吧？你们帮我集思广益，我不要用脑过度就不会变胖。他那我把这个鸡肉拿去冰，因为我不吃它的话。草莓盘盘的，我的棉花棒。抓一把出来啊！好浪费棉花棒哦！真的，每次都觉得这些作业在浪费我的，浪费东西。好吧，因为我觉得可能人家是把它变成有意义的作品，但我觉得我的作品蛮没意义的，就是只是在，对，只是在做作业。没事啦，我要做棉花棒烟火。对，我拿到这个，我们那天去吃海叉捞的时候，他们天蝎聚会的，我拿到一家。我就想说，我要把它用在我的 sketchbook 上面，但我不知道老师会不会吓到啦。对，为什么有这个？那我是我的作品，你们看到它价值，这里会变成分数。想吃什么拿出来给我们劝退？没有，你们刚刚没劝退，我刚是跟我意志力在搏斗。开到作业喜欢会跨日，用脑很消耗热量。对，你们不要让我动脑。现在作业还要被推荐吗？没有，因为我上礼拜没做。因为上礼拜其实老师没有检查，就是他没有检查到上礼拜的作业。他好像其实可能又有吗？对啊，不知道哎。因为我上礼拜给他看这个作业的时候，他就说怎么好像没有印象。新的这样，我就说怎么好像蛮少页，我就说那我再多做几页这样，我没有蒙混过关，用吧。没做的刚好调到这周才比较多，没有比较多啊，这周本来就是一样是，一直以来都是六页，只不过一直以来都只有做五页而已。对，然后我就是想说这周做六页，因为我上周没做，老师发现也没有新意了，对。然后说我没自信被推荐，就觉得老师没看，不是啊，因为老师就在我面前翻的 啊，我就觉得他好像看起来，他没有翻到吧，他没有看到。他在作业，你觉得是天才？你要说他是你的偶像吗？认识一千人的意思应该是吧？想装在街头，确定不会被扣分吗？不会啦，而且我只有一张一家钞票，我做双倍，五页够我做到五页了，我要做六页，没钱拿到没关系，这周做就好了。对，但没关系，因为我上周有拿到他的签名。那我要做，还是我做圣诞节主题好了，我把棉花棒当成那个雪花。拿我的保利龙胶，保利龙胶 ，OK， 日夜做到天亮，圣诞节主题。对，我上次是不是有做圣，有说要做圣诞节主题？没关系 ，OK， 就这样吧。来做成雪花咯，还有你们看到吗？要跟你们分享这个作业。等一下，我要先拿剪刀，先拿剪刀。
棉花很少，不是啦，就是直接降，就是我要直接把它降，那它就是一个雪花，这样子，它的一片雪花，好难说，这样子它就会当一片雪花，拼成六角形的那种雪花，六角形的雪花是啥？对，一个米字号的雪花，之前寄了一包塞给我三娃，他没用完。棉花嘛，好像也是可以。棉花可以当云，对，应该贴几个就够了吧？我不想浪费棉花棒。我看老师什么时候会受不了我。你在做什么东西？没有，但我相信他不会这样子否认学生的艺术吧。他很明显看得出来有没有用心哎。三颜色下面烟火，我有想说烟火，但我不知道要展什么颜色，用化妆棉之类的，没有这个蛮方便的、啊。已经放弃了，对他已经放弃了。正常老师才不会这样。宝丽龙更像雪，好像可以。对，你们现在要辅助我的那个学校器材吗？宝丽龙真的很难用哎，就我自己不想买那个。买素材，然后你们都，哎呦，怎么这样？宝丽龙教室其实是蛮难用的，就它会一直牵丝啊，不怎么喜欢用宝丽龙。教授嘴说艺术是不能勉强的，没有，他真的会评论我的艺术。小一补习班美术老师直接说我们艺术天分害我难过很久，怎么会这样？才小一耶，作业都过了两周，没有，这作业就是一直持续的。唉，为什么最近收到一堆给韩的垃圾？应该不是金香菇在收吧？艺术，你不要扼杀我的创造力。我好像没用过，我没用过纸板，没有，好像我没用过纸板。把它剪一半，啊，要剪吗？剪了会不会不像雪花？艺术真的很难哎，艺术真的好像有点需要天分。我在想哎，你们觉得如果我就是把它，就是我如果把它。剪了一半，因为棉花棒有点镂空，如果把它剪一半贴的话，会不会不像一个雪花了？好，贴贴看，剪剪看。棉花棒没有，棉花棒煮起来是像雪花的 ，Trust me。好，剪吧。先试一组看看，那我怕粘不上去啊。好了，应该还行吧，就这样。啊，我不喜欢保胶，用保丽龙胶好累哦。可以吧，拿出去能卖到高价，卖到高价的，就是拿着蜡笔在画画，艺术最重要是能卖钱。张老师，我的每件作品都是可以高价卖出去的，然后老师就说请你离开，
他说没礼貌。我觉得我会跟宝丽龙胶结下梁子，因为宝丽龙胶真的很难用。我喜欢过宝丽龙胶的时候，应该就只有小一的时候，我会拿来戳球球。啊，它超不像一个雪花的耶。通常艺术品都是作者去了才值得。我被诅咒了吗？我被诅咒了吗？通常不是会把一些东西溶解，会吗？说宝丽溶胶吗？但他不会把棉花棒溶解吧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雪花小知识，每一片雪花都不一样，这我知道。盐的结晶不是也长很厉害吗？那组成雪花要很多棉花棒，其实不用，三根就可以变成一个雪花了。希望老师不要跟我计较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遇过没有艺术天分的学生，希望他有。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是谁是艺术家？不是蔡依林。Wake up！ 我捏了一个，一点都不像雪花的雪。怎么办？有在敷衍呢。我打算粘三个，用六个棉花棒差不多够有诚意了吧？贝多芬，有一个姓李的，宽容也是艺术的一环，没有这个意思。卫生纸碎屑在上面，变超脏，一整个灰色。搓球球，对，搓球球。好啦，他就假装他是一个。我受不了了，我不读了。人生好苦。我决定一次沾多跟一点棉花棒。你怎么觉得它就是粘不住啊？不要再牵丝了，我会生气。宝丽龙胶真的是世界上最难控制的胶。人生好累，毕业好远，幸福好远，人生哈苦。每次做一次作业，心情就被摧残一次。对，雪花教授，你可以明白，艺术是不需要言语的。大一过后雨过天晴，并没有。我现在这个阴霾太多了，因为听说之后更累。画麋鹿和雪橇圣诞树，教授不喜欢画，他喜欢特别的东西。声音越来越小，蜘蛛粘着真好，谢谢。亏你看得出他是蜘蛛。
不要说我没有努力过，谁没有努力过，对不对？而且它都会一坨哎，我不喜欢，不喜欢保利龙胶，快点看，它就会这样子，狗狗的，不喜欢狗狗的，啊，整个手都被毁了。很努力贴了棉花棒，对，我真的很不容易。但这首歌是谁的、啊？告五人，告五人。抱歉，我没有在听团。这样怎么播好多不是我会听的歌的歌啊？你看，我现在要搓球球，搓球球大概是保利龙胶唯一的用处与快乐。BGM 满分。还是我搓很多保利龙球球，然后贴在本子上，起码创作的过程可以告诉他我是快乐的。希望大家都容易一点，好不好？最近真的好不容易，好不容易，我就在今天学会唱了这首歌，好不容易，是不知道有没有走音啦，太难了，对，这个世界好。眉毛好痒，下一首又是什么？你真的你怎么知道？对，最近这个季节是不是很不好啊？是闷闷的季节，你不是真正的，现在粘了两个雪花了。这不可还有我的香水的味道，我刚举起来就突然猛然闻到，我们不知道幸福藏在哪里。我突然想到，你们有看金钟金马奖？Always 讲错金马奖，你们有看吗？阿丽唱烤火的房，很好听，真的很棒，我是真的有点感动，真的是有在感动。看大家这样子也觉得真的很感动，就是慢慢有了自己的出圈和自己的工作主题童年，有看很美，真的感动。因为有来看电影，因为我国中同学也有看，然后他也说这首歌很好听。有人还没看吗？哈永嘉，拜托大家都要去看哈永嘉跟渔港。我也静静的你，他们感觉也做了很多努力。我刚才讲阿丽跟婷丽，阿丽跟卢卡，我的心就被天高一地老花。有阿丽看报，好多喜欢在我头皮上，谢谢，请离开。
桌面上的香水会加分吗？那时候教授是说，就是如果没有味道的话，他没有直接这样说，但我直接帮大家翻白话，就是如果那一页没有那个味道的话，就是没有丝毫特色的一页，这样，就是莫名其妙的一页，大概是这样。真的多这个丝哦。阿丽是选秀演员吗？我刚哪有讲预感有阿丽啊？我刚有这样讲吗？我刚有这样讲吗？好了，我的选号完成了，好不好？会被找麻烦吗？找麻烦就算了。下一页，下一页要做什么？又是新的挑战。能掌握到这么好的机会真的不容易。谢谢光害的浪 life 应援。最后采访，哇，有家里在场，对啊，大家一起看的。我也想去演嘛，我没有办法演啦，那个唱歌要很厉害。我还是说演戏吗？演戏我也没有想象过，但是有机会的话一定会想去演看。又便宜，这个上感觉会被退耶，算了，我不管，淋一点盐巴上去，那要怎么粘呢、啊？会吧，粘到指甲不会现在还好啦，把那种胶搓一搓就掉了。现在只要想下一页是要做啥。我还要做六页，我什么没有什么点子，我本来不用水彩，我要跟 Q 借水彩，如果 QQ 现在不在。真的是目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，送给教授，要不就晚开播。对，手边有啥素材，蜡笔也没有，怎么办？丢被子，说不定有什么素材。应该可以做连续主题，彩色笔、彩虹笔，我有色铅笔。赖 QQ 姐，我不知道，我现在没有办法去拿水彩，要拿是不是有点麻烦？喵喵。色铅笔也可以，但我不知道要画啥。早上不要的袜子贴上去，好聪明哦，可能要红的。QD， 对，在士林，警局动员，有表演。他接受画图吗？接受啊，只是他就会说，就是很无聊。下一页做雪人，好像可以耶，我用保丽溶胶，然后撒盐巴上去嘛，会很浪费盐巴吗？很多艺术是一般人感受不出来的，是吧？盐巴吗？还是我保丽溶胶几朵云，然后撒云，感觉要棉花，挤两个球球，然后撒盐巴上去当雪人，想画什么就画什么，画不下也没关系。嗯，还是我拿起一笔随便画几笔东西。
用晕染方式上色。贴纸礼物的形状，贴袜子要剪一个洞。有贴纸吗？贴纸好像都送给 QQ 了。不要把创意给局限住。白胶水。啊？什么意思？粘白胶吗？画个圣诞树类的。感觉很好创作的就是粉蜡笔，可是米也没有粉蜡笔，但我又不想买，是不是很麻烦？我想要打开柜子挖我柜子的东西，请大家稍等。我柜子可能有点乱，因为这是我的杂，很不会讲话，这是我的杂物柜，所以我怕你们看得很乱。回来了，没有久等。但我可以跟你们讲这一盒色铅笔的故事好吗？等一下会不会里面的被虫吃了之类的？我真的几百年没有打开这一盒，你们觉得我等一下打开会有惊喜吗？有点恐怖哎、欸！这不是立的区域吗？没有啊，下面那个抽屉是我的位置啊，外面贴一层一层包装，好哎、欸。我、哦、没有惊喜耶，耶、欸！真的好久没有打开色铅笔了，亚修。我上次用这个色铅笔做事是什么时候啊？哎、欸，我想到了，我可以做这个，然后贴在上面吗？会不会很废？小强出没，没有，还好没有强哥。哦，有点怀念呢。看我的色铅笔，那我以前就是都会粘这个，粘这个纸，然后会一直换。这个 ，OK， 好，我跟你们讲这个，什么？不会怕、啊？嗯，是灰尘哎、欸。可是为什么会有一些长得像屑屑的东西啊？
么？可是我这一盒明明就是关起来的，为什么里面会有灰尘？这盒蜡笔是，不是蜡笔啊？色铅笔是关起来的，为什么里面会有灰尘？我的简讯在你手机里面哭。好了，太久没用，喷消毒。哎，对，我要消毒手手。好，霉菌，是霉菌吗？手指吸尘器。是霉菌哦，它是黄，微黄色嘛。哎呦，是霉菌哦。啊，那我刚刚打开这盒色铅笔，不就吸了很多吗？中毒咯。怎么办？我现在还要使用它吗？我现在不想使用它。有猫猫的吗？可能有吗？忘记了。太潮湿了。啊！湿纸巾擦一擦。我现在觉得这个霉菌在我的房间里传播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太久没打开了。要画画，本来要喷消毒，可以喷酒精在这个上面吗？米奇的猫，多久没开这个？超久吧，国小吧，这是我国小用的啊，我国中好像就没有再用过了。但是国中还是有在用过，那喷个香水是心理作用吗？我现在鼻子有点痒。它存在这里就代表你房间很多了，不，我要讲它的故事欸。这个胎是我国小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年纪很小，然后那时候补一个英文班，然后他就会电访，然后就会讲英文这样。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一个像是主任的人讲，就是他电访这样，然后我就念对一个英文单词，然后他说你好棒，你居然念对，前面的人都念错，然后他就送我这个色铅笔。对，但其实我也不知道那个怎么念，我就真的只是随便念，然后刚好念对了。可爱到发霉，消毒酒精加卫生纸去刷。啊，我不想碰它，可恶！而且我现在双眼皮又一直收起来，你们有发现吗？好，你们应该看不出来。那我要喷酒精在这个上面，然后稍微擦一下色铅笔。用稻香，这个不是稻香哎，这是晴天吧？在还是离开？但笔上还蛮干净的。最近要多不顺，有多不顺。啊，谢谢。有个人爱你很久。吹得好远。
就这样吧，大概消毒一下，外面喷一圈，还是说了拜拜。其实也算是陪伴我一整个童年耶，因为他就是我国小都用他来创作，就是我每次得优良的暑假作业都是用他做的，所以他也算是我的回忆啦。哎呀，他应该先擦一下再放桌子的，我感觉我的桌子现在也被侵略了，被病毒大军。而且我那个时候一直觉得灰博很高级啊，不觉得灰博就是很高级的色铅笔吗？啊！天哪，我居然还有贴姓名贴！你们能相信吗？你们能想象吗？这个东西古老到有我的姓名贴，而且居然是李彩杰。还是说了拜拜，我现在连桌子都要消毒了，我等下就要消毒我的呼吸道了，好可爱，我需要再用的。帮他贴谁的名字？对，胜利的色铅笔。原来就是优良了吗？我是不知道，分数感觉很高。不顺不要听下片片，他自己播的，他自动播放的，都是灰尘。比谁姓名？我们是没有比姓名贴啦，但是都会交换姓名贴。比谁颜色比较多？这个好像有大家都会想跟我借，然后我就有点不想借，因为这很贵。借，然后有些人就会给我大报销，就会心很痛。所以要做一个什么包装纸，还画一个圣诞树，画一个艺术一点的东西，可以帮我全身消毒。救命！对，我以为是救命，我要再消毒一次手，越来越不舒服。谢谢阿基拉的告白气球，谢谢。还有哪里要消毒？等一下要去洗澡，全身消毒。灰博高级，真假的？红盒子是入门款。品学兼优，接下来就是晨间小的。当然啦，这个再怎么消都会心痛，而且大家真的很喜欢跟我借色铅笔，是真的很喜欢，大家都要跟我借色铅笔。咖啡离开了杯垫，这首是在爸爸车子里的歌耶，好久没有搭爸爸开的车。如果是我，我也不借，因为我借不了。这是什么突然的土味情话？小时候说借了要还吗？真的，小时候真的很多东西，小时候东西很容易被偷，我到现在都还在记仇，真的超气的。有一个果冻笔，我那时候因为那果冻笔超贵，它不是一般果冻，它就是果冻笔，然后又跟那个。果冻笔，然后又跟一个就是会旋转，就是一个果冻笔，然后还有联名啦，也不是联名，就是有合作的果冻笔，然后一直要300块，然后我就买了，隔天就被偷了，它是一个礼拜内忘记了，我真的超气，但我重点是我其实有感觉到，就是我其实知道是谁偷的，可是就是没有办法拿不回来。300块的果冻笔，对，
对，卡通图案的铅笔。这个故事书好像是果冻笔在国小是老师还是谁来？对，果冻笔真的，果冻笔真的，我有超多支果冻笔耶，我真的很爱买果冻笔。我好像有印象中啊，我有一支粉红色的细的果冻笔，然后白色的细的果冻笔，然后橘色粗的果冻笔，然后还有什么？但我白色细的好像买过两支。不知道什么果冻笔好像莫名其妙也蛮容易坏，就是它那个果冻很容易爆出来。然后还有什么？就是那个300块的，300块的有一支原本是旧的，然后是姐姐在用，然后她不知道什么后来她可能升国中就没有在用，然后我就跟她拿来用这样，然后就是那一支，就是那一支超好写，所以我才买了一支新的。对，那支超好写，然后我就写一写，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，好像有一个朋友吧，然后他就说，就是我买了新的，然后旧的那支可以送他嘛，但那支不是我的，那支是姐姐的，为什么乱送？但我不知道，我那时候就没有想很多，送他还是卖他，我忘记了，感觉是送，对，送他，然后我就说好啊，反正我有新的，这样我就把旧的那支送他，然后但旧的那支还很好。对，只是我一支新的，然后我就把那支送他，然后结果就隔了几天，我的新的那支就不见了，我真的好气哦，真的有气到，是在交易了吗？没有，我那个跟你们讲，我那个朋友真的是超级有商业头脑，就是以前就是他有他有带过很可爱的那种印章，就是长长的小小的，然后可以装成一盒印章，然后那时候就是大家都就小孩子就会很觉得很新奇，然后他那时候就说他可以帮大家买，然后一个好像60吗还是多少，结果没有，我后来大概可能长大一点之后我才发现他自己在给我乱开价，他自己在开价，就是那个一盒，比如说他说要多少才有盒子，他真的好有商业头脑，天哪！但我跟他很久没联络了，我也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。反正就是他就是一个印章，好像可能原本50嘛，然后他卖60这样，然后一盒好像可以装7个还是6个，对，然后又要再加价买盒子。我在想是不是原本好像盒子是送的，有点忘记了。反正就是那个盒子，然后。对，亏大了，对，亏大了，现在已经赚去杜拜了，对，他搞不好现在有挖到石油之类的，真的可以送吗？可以送你姐的笔给我吗？什么意思？小学就会赚差价，他真的很厉害，总是要一点代购费，那同学是怎么样？这也是我以前就好好的那种，很容易被欺负的感觉。就是真的，我以前人太好的感觉。借花献佛塔，无印香味笔是什么笔？都把姓名贴贴在果冻底下，有人偷我直接啪啪打他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就是我有，就是我不是一直被偷吗？然后我后来就有，就是在那个，就是它是可以拆解的，就是它。里面那一整条心是可以拿出来的，我就把姓名贴贴在里面那一条心上面，没有，可是重点是我贴了，然后那整支笔是消失的状态，就是我再也没有看过它，对，我再也没有看过那支笔，因为而且那时候快毕业了，就是毕业前几个月是国小，毕业前几个月是，然后那支笔就是这样，就是蒸发了。但我其实大概就是知道是谁偷走的，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说嘛，你们也知道这种事没有办法说的。好像有人在削我们的钱，他这样很厉害，对。然后我是怎么发现的？因为啊，我觉得我那时候可能智商也是蛮高的小孩，因为我小时候有被邀请过进资优班，好，跟这个没有关系，反正就是小时候那时候。他就是有买那个，然后那个袋子上面就有贴那个贴纸，就是那个商店的贴纸。然后我那时候就，他就是
把那个印章装在那个纸袋里面，然后有那个贴那个贴纸，然后他就这样拿给我嘛。然后他后来好像隔一阵子，他又说，就是他要把那个贴纸拿回去，然后我就说。他可是我很喜欢那个贴纸，我就想说这个好像可以查查看，然后我就说可是我很喜欢这个贴纸哎，然后就说哦好吧，然后我回家就大查特查，所以我才会知道他多少钱。但我是长大一点才发现他削了我很多钱，很聪明但很容易被骗，不是？啊，你的心也要投，对，比心没有真这个意思，对，没有办法证明他拿的。我觉得小时候应该不懂转卖，可能之后他就是他可能放在家里用之类的。无印的水果削的笔，那不是 Uni 还是什么百乐的吗？冤大头，没错，真的冤大头。话术从小培养，那还叫有人买？有啊，我们那时候很小就不知道原本应该要多少钱啊。大学念经济系，以后的大富翁，从小就是无海点是没错，但代购费也太贵了吧？那时候小孩子哎，然后十块其实蛮多的。然后我小时候还有跟他代购，我觉得好笨哦。就是我记得我上次之前搬家的时候，我才有整理到，我好像可能把它丢了。就是有一个老皮的一个。橡胶手环嘛，就是有点宽的那种，宽的，然后是宽的，然后薄薄的那种，但是塑胶材质那种手环，然后它就是夜光这样，就是对，夜光，我不知道怎么讲，就是夜光。然后那时候我就会看了也觉得很酷，然后我不知道，好像他就说他要卖我，然后他好像卖我。100块还是150还是200，忘记，好像卖蛮贵。然后我后来好像不知道在哪里看到，好像30块还是50块就有，我就想说，我大被骗钱欸，我赚的是服务费。每一笔交易都是一瓶养乐多，对。那掏空你家资产应该不难，没有，我真的不是很容易，我是相信朋友跟。就是对朋友很好，对，我真的不是，因为我就是不会，谁会起疑啊？因为那个算是朋友，就是，但他以前常欺负我欸，也我不知道算不算欺负，可能有点算欺负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朋友，然后我就是对朋友蛮好的这样。他被发现就是因为赚太少，小赚你就没差吧。是啦，被朋友骗，现在相信吗？没有，我现在已经不会，我现在已经长那么大了，已经很久没见面了，我不知道见面会怎样，见面装没事吧，不会装没事，这样好会赚，对，很好赚欸，100太扯了吧，削翻了，赚的是服务费，我小心，骗你最擅长不是最信任的人。前面听过安利吗？他变保险业务是不是？他卖别人吗？还是只有你？我记得印章还有卖别人，但是手环只有卖给我。还是印章好像也只有我跟他买吗？但我记得别人有，可是别人好像只买就是2-3个，但因为我想要那个盒子，所以我买了7个，然后再加盒子的钱这样。而且我小时候很会存钱，什么印章？就是一个小印章。多练习玩狼人杀，买香水购物，不要再提醒我了。那个是我永远的耻辱，那是小资女的耻辱。不要再提醒我，而且我不能再买香水，但我好想买。人形提款机。他根本不是朋友，朋友哪会削自己人？他可能那时候聪明了一点。他问过你零用钱多少吗？我忘记了。
一颗一百。好吧，我现在饿了，我就知道。怎么办？不能吃了，过太久了。不是我太笨，我就是跟你们说我是相信朋友。OK。不是动漫的、啊，就是老皮的。朋友像大熊、小夫一样利用，但是吃不行，不行。等一下、啊，我这个我今天的进度只有一页，而且我发现我的本子只剩三页，怎么办？好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就只就做四页就好了。胃比减肥还重要，有些食物的话出饿很快，就是沙拉，但没法不再减肥。现在都联络不到他。嗯，真的是从来没有在没有联络过哎。因为他也偷我笔，我想说之后应该不会想要再跟他联络了。但国中好像真的就一句话都没有讲过，之前好像还是会有那种讯息，就是传过什么生日快乐，可能国一的时候都会吧，但很久都没有再联络了。嗯，卡了。卡了吗？嗯，怎么很恐怖啊？他刚是暂停耶，我又没有碰到他。表面朋友，都别是同一个人。对，先做事业试探一下教授的底线。我立马跟你换文具，他可以摊摊，明天十二点才吃。联络要怎么叫他还钱？不用啦，我也没有证据。我的笔也是送给他哎、欸，每页正反面都用，就有六页，可能也只能做正反面的啦。这首是蔡依林的。知道同学会那个同学会真的是真的没有同学会了，对啊，我没有借他钱，好不好？那个学生还有钱，我不知道，真的没有在联络。要做完了没有？应该没有要做完，没事，我等一下自己想办法。用水彩 ，OK， 天空老哥，好了，那要来念吧。还要做啥？还是我要用口罩做一个花花这样，黑色花花。我现在就是真的很随心，就才又对我想说今天要做六页，我就烂，怎么办？谢谢数学课本的和你一起。我该怎么办？我开始募集大家做安全帽子给你。好哎、欸，那大家一人去书局买一本 A4 大的 sketchbook， 然后做完之后帮我寄到公司。谢谢，我会永远感谢你们。我真的会永远感谢你。我想要即兴做一朵黑花哦。它怎样会像一朵花？还是我让它变成一个礼服啊？为什么后面都做完了？就时间比较多啊，所以先做，怕之后没时间。我要用这个做一件礼服裙，怎么样？黑色的。这什么怪东西要退回？我会跟姐姐说，我会先跟她说。大家买活页还比较好挑作品。
哦，大家记得对火眼，然后我把它贴上这个本子上，口罩分解，然后写上每个零件的功能，像说明书那样，说明书那样。哦，好像可以耶。我现在来做一件衣服，现在做一件礼服裙。就是裙子不要太长，这样子，然后把它粘起来。希望大家都不会遇到瓶颈。为什么每页纸都不一样？因为这也是创作的一个部分，创作的一环。哦，我又要留保丽龙胶了，大罐的都要留很久，真的没有耐心。加个棉花棒做火柴人，弄个黑天鹅，我就是想说用一个很像黑天鹅的衣服。老师，不要为难我了，真的毫无创意。剪叶子有哎，好像也有剪叶子，好像也有同学剪石头，但那个书就会变很重，就是也有点懒得带这样。一切从剪，看见我对你的好。对，我是创意小达，灵感枯竭，满心期待。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以为我会开心的做这些我喜欢的手做的东西，可是我完全没有灵感。我就应该要去想到我是一个没有创意的人。不要急急出现，气泡水瓶盖。哦，等一下，我想到有易拉罐，易拉罐也可以用。贴鸡胸肉，太成本太高了吧？遇到麻烦的作业，快干掉了。没有，就是，就是它变蛮少的，这样。还是是它快干掉了。保利龙胶很烦，对，成本太高。当然，我就是要做，不要花太多成本的东西。垃圾也可以成为时尚啊，这是我的小资理论。可爱喷嚏，那些拉环好，拉环应该是要粘在本子上的。对，吸管也可以用，我突然想到。动物标本先不用，这是什么奇怪的建议？但是谢谢。那些数不清的爱情轨迹，自己的人。玛丽龙胶都会拉成这样，真的很讨厌。把下的头发当材料也不错，是可以耶。啊！忘记先剪上衣了，怎么办？马甲应该要收在衣服里面。剪一件上衣吗？
唇边超痛。现在手是不是很黏？对，我现在整个手都是可以戳出血血。头顶，寄给我，你们寄给我的不用这样便宜，你们都可以买很多花样。嗯，好像太小了。我现在很安静耶，抱歉大家。这作业是啥？就是创意作业，任博杀了，对。我现在生了一个黑天鹅出来。可以吗？好啦，算了啦。我说可以就可以。相当模糊的创意，毛线还没有用过，但我好像没有毛线。现在毛线好像可以拿来用。看着他，眼太高了。大抱歉，我现在马上完成这个作业，你们快可以看到我的脸，不用再看着我的头皮了。还行耶，周围好空虚，就这样吧。谁没有敷衍过作业？是吧？是吧？是吧？不要跟我说你们没有敷衍过作业。可以拿来当那个，天哪，整个就清晰明朗了。后面还要加什么？算了算了，就这样。我帮他做一个挂脖小吊带。好像他现在变得不像一个洋装了，还是可以啦，就这样，就是一个挂脖小裙裙，我不管，我说他是就是，好，念吧。资工作业不太好敷衍，跑不过就没分了，也只可以敷衍作业而已。比三个米字好多了。好，黑色购物袋拿出了罩式耳机，算了，那个挂的，就创意呀、啊，口罩都要用上这样。现在换一阵子告白气球，好想吃东西哦。不行，好，来吧，念吧。今天的地好热哦，突然很热。今天的第十名是九蛋，谢谢九蛋，谢谢。第九名是阿基拉，谢谢阿基拉，谢谢。
第八名是修哲，谢谢修哲，谢谢。第七名是数学课本，谢谢数学课本，谢谢。第六名是包子，谢谢包子，谢谢。第五名是保罗，谢谢保罗，谢谢。第四名是林果，谢谢林果，谢谢。第三名是光泰，谢谢光泰，谢谢。第二名是抓坑，谢谢抓坑，谢谢。第一名是幻影战士，谢谢幻影战士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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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。感恩祈福。地好热，谢谢接受。现在没有胃痛，对，没有要吃，没有要吃。意志力的获胜可以啦，没有问题的吧？而且我发现还有两分钟哎，那你们再帮我想下一个主题好吗？还有什么啊？餐巾纸。是无畏，三分钟，还有两分钟。口罩说明书一个，哦对，口罩说明书，餐巾纸可以。视讯拜拜，不可能每次都这样视讯拜拜吧？视讯拜拜，偶尔。视讯拜拜太晕了吧，上次没参与到，上次没参与。再想到一个就是因为好，再想到一个要简单的，偶尔一周两次差不多，谢咯。有点晕，已经晕很久了。什么是模型价值？再重现一下昨天的李仙馆。一周才能见面两次，嗯，下周也可以见面啦。哦，牙签呢？哦，不对啊，这不是我的创意吗？但没有牙签，只有牙线棒。东西分起来贴。下周啦，下周我们可以静的拜拜，好不好？我们可以静的拜拜，下周再说。拜拜。哎，我真的变单眼皮。拜拜。下周见。